我是来跟你交接的。营业执照和公章都在这里面。我能不能有个请求？我可以尝试的听听。我承认，是我伤害了你，我对不起你，财产都归你，我认。但你能不能跟顾言去说个情？如果我还不上钱，他会要我命的。抱歉，这是你的私事，我帮不到你。至少七年的感情，我们曾经相爱过，不能给我一条生路吗？我被一个自认为有才华的人骗了七年，你确实浪费了我七年的时间，我也把最好的都给你了。行了，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给你找麻烦，这已经是我最大限度了。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我想见到你，再见。杨山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能不能别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？你不也是个人吗？你没有错吗？怎么我他妈就得治疗狗？我他妈是人，我是个男人。你去看看天底下哪个男人没有犯过错，怎么到我这儿我他妈就是渣男，就是天生的？凭什么？我想成功有错吗？才华，才华在穷人的世界里就是狗屎，他一文不值。我们不一样，你天生金贵，你一句话就可以顶我所有的努力。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从进你们家那一刻起，你们所有人都瞧不起我。我想让你们正眼看一眼我，我想得到尊重，这有错吗？怎么能得到别人的尊重？只有钱呀，因为钱是这衡量世界上价值唯一的标准。是，我穷，我内心也穷。只有钱才能填补我的内心。别他妈跟我说什么精神财富。你病了，不只是身体上。闭嘴！你没资格教育我。没有，如果这真的是病，也针对你。我的全部生活就在这个病中。是我的错吗？不是。我告诉你，梁静，我给别的女人买一个包就能解决我的心理障碍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可能活得会更简单一些吧。不是我的错，是你们的，是这世界错了。你想我死，我知道。如果我真的跳下悬崖，我一定会拉着你。我真的爱过你。老公，你说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忠诚。我认为是坦诚。
我们不能保证不犯错误，但一定要对对方坦诚。这么说你是允许我犯错了？你敢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